老板，来杯泡沫红茶，去大杯。我是塞勒斯马戏团的代表人，今天是来委托你们办马戏团公演的宣传会的。那你们预算大概是多少呢？日期定在什么时候？想要怎样的风格？灯光效呢？需要一人站台吗？停，让我们喝杯茶慢慢谈。这次的马戏团呢，跟以往都不一样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一切没问题。老板，来杯泡沫红茶，巨大杯。